好啦，終於嚟到美金篇嘅即係最後一集啦。咁啊，其實中美貿易戰嘅關鍵位咧，就係我哋今日呢一集要講嘅。好，就係美金同埋人民幣。啊，即係佢最新出啦，2018年就係法定貨幣，法定貨幣，科幣啊嘛，大佬。識我呢啲。但係咧，得意在咧。中美關係的其中一個大難題咧，都不是朝鮮，好，而是台灣。所以兩副牌咧，最大件事是台灣人的，是轉了 Expert Playing Cards， 即是台灣幫人的。OK， 係啊，咁啊，你呢副就美金，我呢副就人民幣。咁我都玩咗啲特別嘢嘅，咁啊應該呢副就唔會再有嗰啲咩富蘭克林國，應該唔會有啦啩。咁啊都係，不過佢都有玩嘢嘅，即係譬如佢用咗銀色啦。人民幣就，你呢個就用咗綠色啦，都係用翻美金嘅顏色啦。咁啊，交俾你開先啦。好，咁啊，美金，喂，都係嗰樣喎，同之前嗰啲又係有寫嘢嘅。係啊，係啦。咁裏邊好細隻字啊，真係。係啊，慳皮啊，開始。都唔係㗎，我見到有啲嘢。哇！裏邊寫咗一大抽。都好難睇到嘅嘢。嚇，係咯。應該是係咪美國嗰啲印紙嘅憲法啊嗰啲嘢？你睇佢好似係嗰個自由嗰、那個嗰、那個。哦，呢、這個應該係獨立宣言嚟嘅。獨立宣言嚟嘅。咦、我要買多副搣開個盒佢喎，而家係咁。好。好啦、啊。總統山。總統山啦、啊，砌得埋一齊嘅總統山啦、啊。咦喂，尋寶故事喎、啊，記唔記得套戲啊？係啊係啊係啊 ，National Treasure。係啊。所以就有呢、這、一個即係、就是、美國嘅獨立宣言喺裏邊啦。係啦、啊。係睇睇獨立宣言喺裏邊。係啊，咁啊，總統山就係其中一個寶藏啦。係啊，咦？點解梅花 A 神先嘅？佢係梅花 A 神先。好嚟啦，梅花鷹，哇，兩隻鷹，好二三四。啊，不過大隻咗喎，啲 pip 係啊。係啊，但係佢都用翻上次嗰副嗰只啦，係啦，十。咦？但係過癮咧，地方係咩咧？你整之前咧，我停一停俾大家睇。好。佢四隻色咧，你睇到四隻。係啊，見到㗎。記唔記得？見到噶，藍綠紅嚇，調轉就 TVB 色嚟噶啦，啊啊藍綠紅，啊藍綠紅黃，咦佢原來有咩噶？做咗個底色唔一樣喎。你上次嗰四副牌喺唔喺度啊？喺嗰四副牌嗰只色嚟噶。係啊，但係上次冇做到啲四隻底色唔一樣喎。係啊，今次佢連個牌都做咗底色唔一樣喎。哇！呢副不過佢膠面咗。expert 係咁噶啦。係啊，變咗佢 fan 得就啊有啲似咩？你知唔知啊？呢幾隻色？似大富翁嗰啲錢啊，系啊，買樓，係啊，大富翁嗰隻錢咪就係咁咯。OK， 好啦，好繼續，繼續繼續繼續，咦冇解釋牌嘅今次，冇啊，係咯，冇變，唔喺度，冇喎，冇，即係認得啲人就認得啲人，唔認得呢個都唔認得啦，呢個林林五蚊啦，呢個五蚊啦，係咯，正喎呢個，好啦，跟住 A 自由神像嗰個火把，啊都係咁啦，好 Jack。不過印就好似我中意呢副喎，反而大啲啊，華盛頓啦，即係一蚊啦，係啦，啊，係啦，四個總統喎，真係總統山逐個出喎去玩到，咩嚟㗎呢個？呢個應該係要睇翻再少啲嘢嘅時候就會睇到啦，睇到啦，鷹啊，哦，係啦，係啊，好一。好，富蘭克林正啊呢、這個，唉，葵扇交俾你。哇，真係，咦，又係呢、這個，哦，個紅番，好靚喎呢副。唔係紅番啊，政治正確啲啦。係咯、啊，美國原住民，原住民，原住民，啊、奔跑的羚羊啊，係啊。面面都係呢個。哇，有暗物，呢、這個應該獨立宣言啊，真係。係啊。啊，佢有做嘢嘅喎。有做嘢嗱，嗰、那個冇㗎，係得呢個有㗎咋。好啦。哇！靚到咁樣，靚到真係靚。有冇咁樣？靚到咁樣，記唔記得嗰套戲咧？喺呢個背脊上面就顯影到嗰個藏寶圖啊嘛！哇！犀利喎呢副真係。不錯。好啦，跟住美金篇。哇！呢副我俾好。為咗佢踩入中國市場，好設計師就整咗法定貨幣人民幣篇。好啦，呢度係總統山斷股。如果我冇估錯，長城應該是長城啦。果然是
萬里長城對總統殺，犀利！哇，佢呢度又唔同喎，有做裙邊喎。犀利喎！你頭先嗰呢個咪四個色，佢有冇四個色㗎？呢個色啊，都係四個色啊！人民幣嗰四個色啊！喂，呢副牌100蚊紙，人民幣100蚊紙啊！你唔儲點得啊？呢副蚊紙真係靚，幾隻色喎？真係嚇，有暗花，你打橫佢啊！有暗花，打橫打橫，好似我咁打橫，係啦，打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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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係啦係啦係啦，嚟，咁你睇到四隻色，靚到咁樣啊！真係過癮過癮過癮，好好捆咗邊煙，哇！呢啲中國色。中國式的花，不過對外國人嚟講，係咪做中國式設計都係有？呢只應該係孔雀，都係難啲咧。哇，騎士 ，Jack 係騎士，阿媽冇錯啊，捉棋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其實咧，最近呢個Adidas 都出咗一隻係寫中文字嘅一隻鞋面嘅波鞋。好，跟住咧，女王哦，啱啱又冇錯啊，國王。咦？呢個係邊個嚟？佢呢個唔知。孔雀，嗯，清晰啲呢就呢只就呢只孔雀清晰啲，但系呢啲好明顯係針對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華人收藏家嘅市場啦。係，不過我儲咗咁多庫，我冇得唔買啊。係咯，其實亦都提一提大家咧，我哋個普拉尼專咧，你上網搜尋下有豪裝篇咧，豪裝篇我另外介紹咗兩副噶都。嗯，騎士、女王，誒少數民族嚟嘅，真係唔同嘅喎，少數民族嚟噶，勞動階層，女王。國王、啊、不過我覺得你用翻 Jack King 都係唔啱嘅，啲帝國主義色彩呢個唔太強。國王呢個係老百姓嚟㗎嘛。係啊，美帝主義太強啊，要係啊，對於共產主義嚟講唔啱其實。係啊，冇㗎嘛，佢係冇國王一啲。掂古佢唔係國王啦。係咯，老百姓嚟㗎嘛。女王騎士，哇！哇！呢、這個係咩咩嚟㗎？呢個都係都係雀鳥嚟㗎啦，都係雀。5、4、3、2、1。跟住葵扇傾又國王，係咯，老百姓面世係咯，不過抵睇嘅今集就龍龍啊，終於，唉，終於咁我就可能係鳳嚟嘅喎，係啊，龍鳳孔雀咁樣喎，龍鳳孔雀係啦，就係咁啦，啊，咁啊只葵扇 Ace 點咧？佢除喂唔得喎只葵扇 Ace， 比起呢只又真係好似呢只多啲心機喎。呢只飛龍葵扇啫喎，係咯，不過都即係咁講，作為即係收藏嚟計咧，佢都突破咗呢、這個即係美金，然之後去人民幣，其實寓意都深遠啊。係，即係揾夠美金，而家要點啊？人仔揾人仔啦。啊，咁啊，所以呢、這個系列5集介紹咗6副牌，希望大家就中意啦。最後咧就交俾阿 Stanley 睇下你 friend 下副人仔會點啦。好啊 ，friend 下副人仔都係膠膠地嚇，點啊？喂 ，friend， zoom 近少少嚟睇 ，zoom 近少少嚟睇，系啦。另外一邊，喂，啊，睇唔曬添呢個，真係唔係好好 friend 呢副，唔係好好 friend， 唔係好好 friend， 有啲絕啊呢副嘢。作為收藏就 OK， 唔似 expert 牌喎，佢戒手喎。係啊，係咯，喂，可能佢覺得夠賣啦，已經出到咁已經，因為佢設計比較多，同埋咧我自己覺得佢越出越嗰張貼紙咧。越出越少嘅，而家連貼紙都冇埋。佢入邊又係冇嘢嘅，入邊係冇嘢㗎，入邊係啲星座圖像同埋印住法定貨幣喺裏邊啊。係咯，反而美國嗰副有內籠喎。可能佢主力都係力銷美國市場咯。係咧，好啦，呢個系列嚟到呢度再係尾聲，多謝曬大家，拜拜。